请欣赏相声《学歌曲》，表演者尚小菊、孙子昭，掌声有请。李老师二位说了一段非常优秀的作品，哎，叫啊，我没听啊。你会聊天，你不要诚实，咱们俩也比较辛苦，是。那咱们两个下去休克休息休息休息，来休息一点，稍作调整。换上我们两个帅哥呢，走上舞台，带大家说上一段。哎哎啊，就一个帅哥。那还挺有自知之明的，谁是帅哥？谁？我说我呢，我人帅哥，那确实长得比较好看。对，啊，我是靓仔。你看你也不像靓仔，像不像？不像狗仔。不恰当，不恰当。换上我们两个这个搭档，我就让舞台呢再给大家说上一段。发现今天的观众都是不少啊，满坑满谷，是座无虚席。刚才我晃一晃去，粗略的算了一下，大概有个三万多人。在我的内心深处呢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。你是虾吗？你是螃蟹吗？我哪个虾呀？哪个虾？对，我没那么些人呢。原谅我啊，我散光。哎，这样说，我散光对不对啊？哎呀，我一个人能散出一万多人。好，就来了很多好朋友。做演员站在舞台上，除了开心也没有别的。是，可能大家对我们两个人不太熟悉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啊，我们想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好，介绍前呢，我要想问问各位朋友，有没有认识我们的？结婚了吗？他生孩子，他刚紧张。行了行了，那是没挨过打呀你？怎么了？我们差不多。十一，我不夸张，我叫你声大哥不够是吗？本来有认识有不认识的，我们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能介绍大家熟悉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易烊千玺。漂亮啊你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哎呀，大哥你是接要脸吗？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要脸是吧？啊，你这个东西你自己要出去找一找，那怎么呢？你这易烊千玺，易烊千玺找后跟比漂亮，知道吗？你这样来讲，我最讨厌这种人，干嘛呀？凑人热闹游戏就为了自己的幸福，呸！不要脸，怎么了，陈伟霆？你好，千玺弟弟。咱俩太漂亮了，不要拿别人的名字说事儿，我们都有自己的名字。我叫尚小菊，我是游云社的一个小学生啊，小学员，没有什么名气，不值一提。对，主要介绍一下我的搭档。介绍我，大有个好听的名字，是姓李和姓孙。对，然后你姓什么？姓孙，对啊，叫孙子昭，我的名字站在我刚才说上比较优秀，是孙子昭，尤其这个名字也特别的好听啊啊，孙子昭，你知道吗？别过气儿，金锁木，哎，金锁木啊，孙子昭，很好啊，很好，这是一个受审讯的名字，这为什么？那受审讯的名字，孙子昭，孙子昭。大哥，孙子不招，不招，不招，对，孙子招，我招，孙子招了，不招臭脸。孙子招，我的名字，站在舞台上说相声都是优秀，是特别棒。德云社相声，你看残的演员就不说了，我们上的时候你应该坐在轮椅上，全才的演员，才。你看现在我们德云社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，都是说这些有名气的演员积累下的人气，各个才来的听我们这儿说相声。你像早期我们说相声的时候，想见这么多的朋友太难了，我那会儿是确实少，确实少，那时候也没有这么多家的剧场。对，你看现在有很多家的剧场，那时候不行，那时候我们就一个剧场，在北京，没错，北京天桥啊，那个是我们的旗舰店，对吧？那就是我们的总店，那我们总部，那的货比较好，
那得过。什么叫过了？应该怎么说？演员那得人家要全。哎，那个剧场跟那个剧场不太一样。是啊，前后的距离比这个剧场还要长一些，比较深一点。啊，你像那个舞台，离最后一排的观众距离大概有3公里左右。没那么长，比较远。啊，都在外头卖剧，啊，剧场也比较大。像那时候根本没有人听我们这儿说相声，观众太少了。那时候我们票价也便宜，我们只多少钱？我们现在的票价是多少钱？现在180，180啊，20，应该是跟我们经理好。没想到我们经理一直说的是你啊，太多了，打的太多了，180，对，那时候没那么贵，那时候我们就10块钱一张，有多便宜？特便宜，那时候没人听，10块钱一张送那个花生。八百，二百，就怕您不开心，还送那个开心果啊，送开心果。最后呢，还有足疗，说事还有足疗的，看足疗。哎呦，就那样情况都没有人听，那会儿还不行，都没有人听。啊，那时候我们是赶上一次人特别少的时候，就那么大的剧场啊，就来了4个观众，来四个朋友，太好。那天啊，我们上台鞠完躬。都不着急说话，哦，先找那4个人在哪？看不见，真的看不见，因为灯光打到我们脸上，看不清后面。我真的是看不见。后面啊，你说找不着了以后，我们给说完一个笑料，那4个人但凡敢乐，我们哥俩就觉得瘆得慌。这为什么？听得见声音，看不见脸。好不容易最后锁定目标了。这4位怎么做的呢？我走，第一排坐了一个，最后一排坐了仨。那我们知道人在哪就好了嘛。我们有这个针对性的表演，对对吧？您好，啊，今天我们俩给你们4个说一段相声，啊，照常演出，丝毫不减，啊，力气依然饱满，都给照着报。大家不知道什么情况啊？我说着说着，后面那仨呀不听了，你怎么还不听了呢？斗地主，玩起来，够不够咱斗地主？太可气！斗地主没关系啊，让开！我还喊喊叫门，叫门非常大，是吗？回学院当时啊，斗地主那叫门很大。3，你说一个3有什么可嚷嚷的呢？对，对吧？但凡说4都对得起这个叫门，4也不怎么样。对方没问这毛病，是炸弹，一个3就炸，什么情况？没有零排吗？没有零排吗？太可惜了，一个3就炸，是啊，哦，好好，好好，还出3这个还真不错啊，王炸，直接反击，那谁要起啊？哦，要起，对，菜也要起，3，这位是个傻子吧？这位，骂你哥们儿，我4个3拆开除。连续经理影响到我们的表演，我呀上头见喜，见着观众他开心心的。哦，私底下有句我脾气不好。哦，是哪？我要说一说，后面这3位都是你的朋友，您得叫，应不应该介绍？应该。那说一说，说。哎，哎哎，说呀！等他们仨打完这一局。要是有脾气的话，脾气不好，但我懂礼貌。三位，等一下发牌可以吗？等一下发牌可以吗？嗯，咱们这样试试，你把那个砍刀掉下来，砍刀，好吧？听相声还可以带刀呢，老导演，啊，是这样，3位打牌可以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但打牌能不能不要喊？不要喊，毕竟剧场嘛，是不是？喊不好，不合适。嗯，你以为剧场就你们3个人吗？怎么着？第一排还有一个呢，哦，这儿还有一位呢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呢。您3位打牌嚷嚷，影响到我们哥俩倒没有关系。我把您3位这么一喊呢，再把楼里这位吵醒了。哦，这位睡过去了，不合适啊。好，是吧？剧场人确实不多，你们仨，他自己，我们俩6个人。哦，但其实分为3组。怎么还3组？我们俩一组，他自己一组，你们仨一组。我们3组谁也不要打扰谁，好吧？哦。
话，现在拿出来当笑话，以前来说太难，心酸了。所以说现在每个演员都知道努力了，对，争取留下每一个观众。没错，按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课，每天反复拿出来练习，都没时间。那德云社唱的好的演员，多之又多，太多了。我们的班主郭德纲郭老师。在整个德云社唱的最好的演员，没错，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在德云社说他唱，郭老师说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。对，因为他有这个实力，啊，有这个势力。我们在某种情况下呢，是觉得还有势力的事儿，不是势力吗？就是实力，主要是实力，是唱的好，对不对？还有我师傅岳云鹏，也能唱，也能唱。张鹤伦会唱啊，孟鹤堂好、啊，周九良啊，还有郭麒麟啊，少爷，对了，少爷，少爷这个行业现在不好干，多多少少有一点局限。哪个少爷？郭老师的儿子啊？郭老师的儿子，他也干过那个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郭老师的儿子，啊，我们少爷，大少爷唱的也比较好。哎，要说我们后台啊，这个家庭里边啊，家庭成员唱的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位，谁呀？孙子昭的爱人。哎，我媳妇儿确实也好，她媳妇唱的好极了，动听，天籁之音，哎，特别美。就是她媳妇儿嗓音，就是被天使踩过的，不是被天使亲过的，亲的。特别凉，特别甜，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家庭主妇，没错啊。他们家有一个小孩子，哎，今年岁数不大，是啊，七十多岁，是不是老头儿吧？这是错烂，对对，两三岁，三岁，两三岁一个小孩子。其实家庭主妇不是那么轻松的，每天带着孩子，难免的压力会有一些个大。是，他唯一释放的压力呢，就是需要唱歌，没错，用歌声来的人。最喜欢听的就是凤凰传奇的歌曲。哎，我们学员他喜欢唱歌，特别有意思。特别好听，好，各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，哎，就是美妙。擦，两根，八根，接着摇摆，最开。这时候他媳妇儿就要出去工作了，两个人呢二马一坐到擦肩而过，他媳妇儿第二天丰收回来。你等会儿，我媳妇儿干嘛的？大半夜出门上班去了，你别管了。对，进去以后呢？谁媳妇儿？我媳妇儿也让我甭管了，干嘛的呀？说说，没事没事。这个我又给我解心宽了，你说赚钱赚钱赚的钱你花没花？你花没花？你先说清楚干的是什么。我们后台吃一顿地儿，我们都办卡了，都办卡了。不是我媳妇干嘛的？你说清楚点。说，反正啊，不少挣。挣了，你说吧，一晚说干什么？一晚挣七八百，赚七八百，这都挣的是这边活少呢，这些都好。哎，完事儿送家里，对，好家伙，两三千打不住了。别说了，我媳妇干嘛的？我说清楚了。赚钱呢？是赚钱，干嘛的？干嘛的？烤羊串儿，烤羊串儿赚钱吗？烤羊串怎么还活儿好？活儿好，活儿好！别这样，太脏太脏，我听不下去了。你怎么活什么活儿好？那还送家去了？外卖，外卖要送家去吗？怎么了？啊，你什么叫啊？外卖送家去了，啊，行行，对不对？烤羊串，羊串，你信吗？哦，是不是真的？其实还卖麻辣烫呢，是，卖麻辣烫，麻辣烫，羊串，羊串，好好送家里不少挣，他一
这两三岁的小孩呢就交给他照顾，我看他就看见了。其实啊，这父亲老不在这个小孩身边，他不了解小孩想要什么。是，这小孩平时都跟这个妈妈一块儿睡。对，今天换爸爸，心里不开心了，开始闹闹闹，开始哇哇哇的哭，哭来哭去，他也没有办法呀、啊。心想出一个好主意，什么办法？让这个孩子哭，哎、放纵式教育，啊，放纵式教育。我再哭一会儿呢，他现在已经开始倒气儿了，再哭一会儿就能哭死，然后他就睡觉。这是我亲儿子，就想这个主意，那没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就这么一直让他哭，想办法。隔壁王大妈不愿意了，王大妈过来啊，敲你家房门，当当当当当当敲门。孙子，让别闹天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几点了？啊，几点了？啊，我没有带表，几点了？凌晨了，知道吗？一点钟快两点了。你们家不是叫镜子凌晨睡觉吗？啊？讨厌，干嘛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跟说我跟老伴儿在床上做游戏呢。这干嘛呢？这二位，我玩五子棋呢。你这拉拉不跟正破坏我们的节奏。下午的圈还有节奏呢。啊，好，破坏我们的节奏，你多讨厌啊！小孩你都搞不定，你干什么吃的？我不会呀，我不是，我不是搞不定，我平时不带他，对，平时都是妈妈带。今天他妈妈出去那个烤羊肉串，卖羊肉串，我都不知道怎么。小孩唱首歌哄他睡觉，多好啊！一听唱歌，这主意好啊！哦，这小孩都喜欢听唱歌。哎呦，那行那行，那谢谢您王大妈，谢谢我这就回去哄他唱歌啊！行行行。刚把这王大妈都送上，回来这孩子还哭，行吧？儿子，别哭了啊！行了，别哭，别，轻点，轻点。给我儿子打输了，是吧？给儿子打笑了，太好，他不哭了。打死了，不哭了，赶紧掐人中，晃二十分钟，醒过来，对不对？行了，儿子，啊，别哭了啊，是，刚才是爸爸不好，啊，爸爸不应该让你一直哭，正常啊，刚才王大妈也说了，唱着歌哄你睡觉，小孩都喜欢听歌，嗯，爸爸唱着歌哄你睡觉行吗？嗯，行，行吧，你唱着歌我就睡觉，你看交流这不没问题吗？你说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把被子盖上，然后把小孩把被子又给盖上。爸爸也不会唱什么歌，爸爸给你唱一首摇篮曲，你伴随美妙的歌声进入你的梦乡，多好，可以吗？好，被子给盖上，行吧。啊，就唱了，来吧，啊。爸爸，你别唱，我想睡觉。对。爸爸，爸爸，我要是你唱成这样，我这会儿都已经睡三分钟了。给我儿子吓的。你唱的也太难听了，你这是给我唱睡着，你这是给我吓死的。太难听了吧，爸爸。爸，我求你，要不你睡觉了，好吧？爸，你睡觉了，好吧？儿子唱首歌哄你睡觉就行。我唱哄我，能不能别唱？儿子有孝心啊。他想唱首歌哄爸爸睡觉，他爸说话，他把被子盖上。你爸爸呢？我也不会唱什么歌，我就在那个幼儿园学一首儿童歌曲啊，数鸭子。这好歌行啊，数鸭子爸爸也行啊，那你唱吧，让我唱了。门前大桥下，有个宝贝儿一块儿睡。这绝对是新故事，好吧？谁出声就弄死谁。也不是太不好听了，干嘛的事儿呢？那怎么好听吗？还可以，唱歌还行。你唱歌行吗？凑合，咱自个儿会呀。你怎么凑合？不是，咱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呀。西安音乐学院是啊。那你唱歌是真的，这没有问题。没问题，能唱。现在歌多了去了啊！现在歌曲多了去了，就是多呀。但是有很多那个无聊的歌曲。这歌哪有无聊的？无聊的歌曲太多了，有一个字两个字就可以成就一首歌。什么歌？有的那歌里边唱的都是废话。什么歌？阿杜有一首歌啊，他唱的都是废话吗？哪有废话？张嘴怎么唱的？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。废话吗？这多好听啊！谁给你？
好想你，我想弄死你。玩意儿，废话吗？废话吗？他那首歌主唱那首歌，哎呦，好脏的，什么歌还脏成老脏的？没中间，有个后边，裤衩子遮住脸，是不是唱的？什么那裤衩遮住脸？那不好听，那叫红纱遮住脸。红纱没有裤衩子，红纱，裤衩子。差不多吧，这差太多了，这位，这歌曲没意思啊，哎，无聊。还有首歌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？什么歌？我要去桂林。这歌都没听过。废话，废话歌曲，这也废话。你唱出来怎么唱呢？我要去桂林呐、啊，我要去桂林。不好。可是有时间的时候，我却没有钱。哦。我要去桂林呐、啊，我要去桂林。可是有了钱的时候，我却没时间。这个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？这个孙子一辈子去不了桂林，他到桂林路都够呛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废话？还真是废话，没有意思。嗯，没有意思，不好，不好。嗯，妈呀，你唱歌怎么样？我唱歌还行吗？唱歌还可以，可以说了。当各位，嗯，我唱歌，你来猜，猜这首歌叫什么？没问题，我听歌无数啊，听歌无数。对呀、啊，能答上吗？来呀、啊，猜这首，来，有感觉的。我不想说，我很纯洁。干什么？你看不出来我内心纯洁是吧？我不想说，我很纯洁。什么歌？我不想说。我不想说。对。干什么？你不纯洁。好，换一个。这歌谁不知道？换一个啊！我都不信拿不出去了。你来听那个，你听这个，这首歌你可能都没有听过。你唱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。头一句吧，后面都唱。啊。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是为你我受冷。再回首，再回首。好，这回改仨字了。阿莲，阿莲，越来越简单了，好家伙！没歌，这就没歌。注意了啊，来个男的，这个你肯定猜不着，这不可能，节奏感特别强，还有节奏，节奏感。你的酒馆对我打的烊，子弹在我心口缠的弹，请告诉我今后怎么看啊，遍体鳞伤还下了原谅。你的酒馆对大花轿打了烊。还有家乡啊！不爱听是吧？不爱听成都，好，您唱一个重庆啊！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，雨露。不要怕，你看着我的耳朵，自己就可以了。雨露还要走多久？你转着我的肠，让我你们怕我也太不顺利了。感到为难的是挣扎与自由，分别。总是在九月，回忆是思念的愁，深秋难圆。我揍你！我的呀！
再见。什么玩意儿？我说别胡干，直接唱。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不忘不忘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，也不停留。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插进裤兜，直到……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唱了这么多啊，为什么单独唱这首歌，唱成这样还要唱下去？为什么？这首歌对于我们很重要。怎么还重要？因为我们作为演员唱这首歌啊，到不同的地方要进行不同的改编。这怎么改？我们要上成都演出啊，我们那地名是唱成都。那必须的，我们要不到成都，到了长春呢，来这儿了，我们还能唱成都吗？那得改呀，主词就要改成长春，别唱我听不。改就要改了。和我在长春的街头走一走，不忘不忘。哎，改成了长春。哎，那要是我们到了哈尔滨呢？到了那边，哈尔滨会不会很冷？哎，那没关系，也得唱了，是吧？搞我。什么叫保底二十年啊，二十年。我在哈尔滨的街节奏，然后呢，我们唱一首《狼的诱惑》，可以啊，塞进去，塞进去，节奏很好。
只要吹帽子呀、口气呀对上四好。哎呀，好像唱情歌。又又。不是你这又又是吹帽子吗？我们这样，这个情绪不是很饱满，情绪要饱满，咱吹起来的啊。好像唱情歌，秀秀把最美的烟花，起落。这个应该是雨吧？没节奏，塞得紧就行。枪炮一唱，黑怕就这样，就这，你别管我，你唱啊，白管你啊，塞准不就完了吗？啊，别管我。好像唱情歌，秀秀把最美的烟火，切克闹在城市中飘过 ，baby love， 这是，冰冰浪，哎，这个英文宝贝的爱，你别管我，这 freestyle 好的都来了。好像唱情歌，秀秀把最美的烟火，切克闹在城市中飘过 ，baby love， 我心为爱颤抖。曾经你是放屁中我爱上了寂寞哦哦你是夜的星空我哭